殿下，君大夫来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把门关上。是。君大夫，这边请。来，殿下。 殿下身子恢复得很好，可以中斗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会将斗毒吹入到殿下的鼻子里，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痒，你一定要忍一下，不许打喷嚏啊。放心。 屏住呼吸，让斗毒进入到你的体内。 再过一个时辰，殿下身上就会开始发痘了。今晚我和您一起来照顾殿下。多谢君大夫，好些了。 休息吗？
九荣的功课最近怎么样了？王爷天资聪颖，又勤奋，功课学得很不错。不是还加了骑马和射箭的内容吗？暂时还不能独立骑行，需要有人牵着。射箭的话，虽然臂力稍弱，但准头很好，多练练便是了。嗯。大人，孤卿斗胆，想问大人一件事儿。讲。上次君大夫走的时候，并未说要复诊，而且王爷近日身体并无大碍。大人为何突然请君大夫上门来复诊呢？有些事儿不该你操心的，别问。是，在下告退。殿下，使不得。来了这么多大夫，只有你治好了九荣真正的病。君大夫好像对九荣格外关心。医者仁心，这也是我该做的。经历了这么多变故，蓉儿不是一个愿意相信别人的孩子，但是她异乎寻常，好像对你也算亲切。投缘大概是相互的，我觉得殿下亲切，殿下自然也觉得我亲切了。本宫亦觉如此。姐姐是看出了什么才试探我吗？纵然与你和蓉儿相认是我心之所愿，但姐姐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，我去煎药了。殿下，他种豌豆了。
对了，顾先生家中有事告了假，这两日你便留下来照顾九荣吧。好。君大夫和你处得不错，要不让他也留下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，我和君大夫确实投缘。那就好。我在宫中还有些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殿下早些歇息。来，你喝慢点啊，哥，我都有点醉了。哎，上次君小姐那么一说，我还真想了。你看啊，既要符合清正廉洁，肯为百姓出头，又不是新帝一派，还要得到陛下的信任，难，而且还得身份尊贵，就算是内卫反对，也不能实质性的拿他怎么样。太难了。哎，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一个人选，只不过这位不问朝政，潇洒快活，但是平白找他吧，我怕惹事端。二哥，你说的是贤王吧？正是十二皇叔。殿下。如今怀王殿下一切正常，那是他身上发的痘毒，烧也退了。那等着痘痕消了，他便算是种完痘了，是吗？听说这次种痘，世子爷也去了。还冒险帮你试了痘。啊，世子爷深明大义，令人钦佩。那你和世子爷认识很久了吗？入京之后偶然认识的。这样，我妹妹生前和世子爷关系很是要好。青山别院，陆大人没有为难你吧？智斗姿势体大，陆大人问询勤勉也是应该的。看来他还是为难你了。比起登门砸匾，这确实算不得什么为难之举。君大夫未曾料到会留宿怀王府，想必没带什么换洗的衣服吧？一夜而已，无妨的。我这里倒是有几件旧衣服，若是不嫌弃，先对付一晚。民女不敢，实在有辱公主华服。不过是几件常服，若是君大夫不嫌弃的话。谢公主厚爱。
这件衣服姐姐竟然还留着，这么好看的绣纹可是你熬了许久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，今日你让我穿上它，是故意试探还是巧合之举呢？我已改头换面，穿便穿了。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，公主谬赞了。二姐姐，我又梦到你了。殿下，怕是因为刚睡醒认错人了吧？我不是你二姐姐。让她走，她怎么可以穿上二姐姐的衣服？蓉儿，是姐姐的意思。我去把衣服脱下来。慢着，穿着吧。那是二姐姐唯一剩下的东西，我不想让她什么东西也没留下。穿着吧，明日走的时候留给我就是。吩咐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？大人放心，都准备齐全了。既然如此，明日一早便去办。是，大人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全给他扔出去！我回来了，小姐。小姐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了你们？曲小姐，这是陆统领清早差人送过来的。这不会是给怀王复诊的谢礼吧？什么谢礼啊？这是那个杀千刀的要纳你做妾。说的对，看来小姐还真是不知此事。我就说吧，不过你跟那个姓陆的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清清白白相见生厌。君小姐，你这么说我们信，可别人不信啊。毕竟之前在青山别院，现在又进了怀王府，之前你们二人当着全城百姓的面起了冲突，这冲突啊对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却成了你们二人纠葛的谈资了。刘掌柜说的是，怀王的病被你治好，你又历经艰难攻克了痘疮，在这种情况下送来聘礼，少不了有人会想你跟陆云奇一早就有来往啊。今日这纳妾之事，你们也是一早就商量好的。
这叫什么事啊？我们家小姐就算要嫁也是正妻，公主也不行。你这丫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被有心人听到了，传来传去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这姓陆的行事真是恶心啊！君小姐是女大夫，先是给怀王治病，之后就被怀王的姐夫看中纳妾，这事要是传开了，大家会怎么想啊？她应该不是真的要娶我为妾，而是要毁我清誉。陆云奇一向与九灵堂有仇，之前一心想要砸扁，如今又想出这种法子，真是恶心。那这就是摆明了不想让咱们开医馆。小姐，你不答应不就行了吗？这不是答不答应那么简单。你高洁大义，济世救民又如何？一双污手想把你拽到泥里去，那时你洗都洗不干净。那些内宅妇人，到时候谁能找你看病啊？那不看就不看，咱们小姐人也好，长得也好，难道为了看病把脸给毁了？就那些妇人是……这不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小姐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跟上次那一万两银票似的，不能拒绝，还不能改名，只能当作没发生过。那当然不行啊，这不是像收钱那么简单，这聘礼收了就意味着你答应了，到时候上门来迎亲就麻烦了，那时候再说，我不敢不收。那可真成笑话了。怎么送来的就怎么送走，退回去吧。退回去？对，退回去吧。那就悄悄地送回去，趁着天快黑了放下就走。陆云奇用这种手段就是要闹得人尽皆知，所以不要等到天黑了，就现在吧。小姐，你在开玩笑吧？那这样可就真的跟陆大人撕破脸皮了。脸早就撕破了，不需要客气。我们现在麻烦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要尽快解决才好。好，小姐，都听你的。那我先去备车了。对了，锦绣，那八千两银票你给陈七，一并还了吧。好。给我穿的这都是什么衣服呀？这都磨得我皮肤都……您身上穿的都是家境殷实的人穿的了，您看看他们穿的什么？这人嘴里含的什么呀？油啊，那不烧嘴啊？烧啊，但是生活所迫嘛。各位老少爷们，给一点吧，家里还有混口饭吃嘛。不容易啊，看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杂技。哎呀，他那手上全是伤啊。他们家中有妻有女的，他们不卖艺，家里人吃什么？你看看这些菜啊、伞啊、绸子啊，卖的都不贵，但是就是没什么人买。烧饼，香喷喷的烧饼嘞！说，等一下。又香又脆的烧饼啊！哎，公子，你要几个？两个，两个，好。好，两文钱，谢谢。哎，说，尝尝。这什么呀？脏了吧唧的，你先尝尝。这还是人吃的东西吗？这是他们从寅时开始劳作，每日劳作两三个时辰，到清晨才能做出这么两筐。他们只能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。你也知道我们当下的赋税制度，两筐也就20来个烧饼，每个只卖1文，那赚的钱连税都不够交的。前面还有更好的去处，我带您去看看。
你怎么不走了？前面就是皇府，皇城跟我父亲一向不对付，我不想从大门口经过，倒胃口。嗨，那大人的事儿让大人操心，你得学学我呀。操心的事儿啊，我都交给皇兄了，我乐得自在。我可没袁叔你大度啊，他针对我父亲，做我儿子的哪能视我无睹？也是。袁叔啊，既然提到了黄大人，他最近在忙什么呀？宫里的事儿我哪知道啊，你别问我呀。你不知道，你笑得那么奇怪干嘛呀？啊，别说是我跟你说的啊，前几日啊，我去宫里要那个南边新进的缎子，路过御书房的时候，我看见皇城在里面，他跟皇兄说呀，说陈国公在北地嚣张跋扈，不把皇兄放在眼里。袁叔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臭小子，赋税这事儿你找我干嘛呀？自己进宫里说就别得了。袁叔，你也知道我这人讨嫌，陛下本来就不待见我，再加上皇城那老小子这么一说，没开口我脑袋就掉了呀。你总算对自己啊有个清醒的认识啊。所以袁叔，这是答应了？这件事儿你得让我谨慎想想，这哪有那么容易答应你啊。是是是，赋税这事儿是大事儿，慎重些好。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是真的吗？不是编来打动我的吧？当然是真的，如果您不信，下次见到那对母子啊，您就知道了。哎，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啊，跟你一起那小姑娘谁呀？一个朋友。哦，哎，袁叔，喝茶喝茶，喝茶喝茶喝茶，不讨人嫌，不问。二哥，王爷，自己人，说吧。陆云奇要纳君九龄为妾，聘礼都送到九龄堂了。袁叔，我过去看看。你不陪我了？王爷，君九龄，哦，你就是那个小姑娘。行军的，世子爷，你等一等吧，我们小姐都一宿没休息了。行军的，小姐。我都说了让他等一等，世子爷死活非得现在见你。聘礼呢？拿来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们小姐娶你啊？你睡懵了吧你？我说陆云奇给你的聘礼，拿来。你是因为这个呀？还笑？你知不知道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？快给我，我砸过去。这事儿至于让你这么慌张吗？婚娶是人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事情，你心怎么这么大？那敢问世子爷一路进来有看到聘礼吗？我。送过去了。没有。是砸回去了。我去砸，他们奈何不了我，但是你的人去砸，十有八九就回不来了。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蓉儿怎么样了？很好，一切无恙。
大人。我有些急事。没想到这不可一世的陆府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。陆大人，你看看，今日我手谕在身，就不方便给您行礼了，还请陆大人莫要怪罪。这是陆大人之前送过来的东西，今日我们原封不动的给您送了回来，陆大人是否要亲自验收一下？啊，对了，这是之前的银票，8000两，也给您送回来了。陆大人，下次还请不要再开这样随意的玩笑。也是啊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我也是没想到啊，今日能跟陆大人。陆大人，我这人一激动，就容易乱说话。小子，上一个乱说话的人现在可都已经死了。陆大人，还请就此收手，君小姐无意奉陪。告诉他，来日方长。告辞。走。大人，真不来吗？都给我散了。行了行了行了。走走走。痛痛快痛快。哎，真痛快。这是陛下未登基前的手谕，等同于如今的圣旨，你拿着吧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是。你看啊，平时那么嚣张跋扈、不可一世的陆大人，看着这手谕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可不是吗？小姐，臣妾还没回来啊。还没回来呢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我办事你放心。哎，要说这姓陆的平时看他没什么表情，但今日我却从他的眼里读出了两个字，无奈。我看他从你的眼睛里也读出了两个字，担当。害怕。对。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小姐都没揭穿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别取笑臣妾了。臣妾啊，辛苦了啊。这陆阎王要是再想出什么花招，我们小姐的名声怎么办？九龄如今的名声可不是他轻易就能污蔑的，惹急了九龄，在陛下面前告他一状，就算不看在手谕的面子上，陛下也不得不顾及民意呀。也对，我们小姐如今可是山阳县主。臣妾多谢了。谢什么呀小姐。我去收起来。快坐下喝口水吧。吓死我了。我一猜你就吓坏了。这下好了。今日君小姐的举动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。没想到君小姐竟如此胆识过人，竟然想到了拿手谕去退聘礼，真是厉害。这君小姐还挺让人看不透的。有的时候吧，确实有些不正经，但是行事却很果敢。对了，二哥，皇城的儿子小黄大人最近惹了事儿，万大人一家可被他害惨了，
因为万大人之前上奏参了这小黄大人贪污修河款的折子，结果这折子被压下来不说，万大人还被反咬一口。如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万大人贪污修河款，而且还说他贼喊捉贼。后来万大人慢慢抄斩。万大人满门忠贞竟落得个如此下场，怎么能让人不寒心呢？还好万大人当时有个孙女不在场，也算逃过一劫，也算留了后了。人能找到吗？一直在查，不过不敢大张旗鼓，怕不得死发现。二哥，我们会尽快查的，你放心吧。好。殿下，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我能不同意吗？不能。可是君大夫不愿意啊，他把你的聘礼都还回来了。这世界上不愿意的事多了去了，没有人愿意住进武德司大牢，但是武德司大牢从来没有空过。他做出这等与民有功的大事，你这么做不怕被人骂吗？我被人骂习惯了，所以还请公主上书陛下。我给的脸面算什么荣耀吗？至少对于一个要过门的女人来说够了。我能不同意吗？不能。殿下难道不想再见到九灵公主吗？不想。我想。随你。我在外面养人你从来都没有说过我，这次是因为君大夫吧？你也觉得他很像是不是？特别特别的像。再像也不是。你就不能放过他吗？也不能。梦中的轮廓在你面庞雕琢，烟波里时光交错，难言的因果字字容我斟酌，命途多否折树难洒脱，明日何其多，愿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，许久的承诺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终将被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雨天焦灼。若回忆可以说，生生与下落，相见难相逢泪婆娑。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。
久的沉默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宿命是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雨天焦灼。声声如雨飘泊，相逢不相识泪。